是上海，大家好，我是琳琳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做评斗，我今天要做的是，我们假如大家都喜欢角落生物的炸猪排。这是妹妹做的。对，然后我要先把它的那个颜色补上，对，里面颜色涂好。好了，好，我要用，我不要用手，我要用手，手手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灯豆豆，灯灯灯灯灯。我不要帮忙加配。我的秘密就是要照着它，所以我就数九格嘛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拼它这边。两边上去两个，这个上去两个，好，开始了。这你自己做的吗？你看一下小，你看一下小石，我再看一下这个，这个，对。哦，公的，哦，母的，哦，公的。它是母的啦，它两个都是母的。哦，两个都母的哈。这你自己做的、哦，是不是？它在这不可爱，我只是这样。这你有看图案吗？没有，我是看小师傅的脸。是啊、哦，来看爸爸来。喵喵喵喵，小时候看爸爸。嗯，做的不错、哦。看一下小师傅。好，可爱，这可以送我吗？看我拼好三只，好啦，这两只是已经拼好的，在姐姐做的，在我做的。然后呢，大家你看，这没办法拿起来，因为这也是还没用这个。熨斗，对，熨斗还没用哦，但它现在没开机，还没有熨斗用过的。你看，这是姐姐第一次做的，她都，她叫玲玲，妈妈说会有点像个恐怖影片的东西。这是我自己缝的，对，哦，在这，好，你看，企鹅，等一下来。这个是我拼的企鹅，再来是蜥蜴，再来是白熊，再来是总共三只。姐姐拼的炸猪排，等一下就要轮到炸猪排先生。妹妹，这是你自己拼的图案是不是？送给阿姨。这是什么？该不会有小猪吧？嗯，对啊，妹妹拼自己拼的都很有创意啊，很可爱、啊。对啊。送给你。安全录到一只喵喵叫的小猫。这就是它那个，就是弄好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有那种滑滑，很滑顺。我没有算过，我就随便捞，看到几个就捞几个，最后再用这个继续捞，不够的话就来捞。海底捞，这个这是一个零零的拼斗世界，这是一个炸的比较完美的炸猪排，因为它的颜色相当，看起来很美，很美味。决定自己自己删掉的回忆，用微笑把勇敢唤醒，年轻不会平凡无奇，幸福的吗？爱往前往后尽管随心所欲，犹豫和恐惧不会有任何意义，用微笑把勇敢唤醒。好，就先这样。哇，已经有他的手和脚出来了。小猪排，小猪排，梦想在手心，决定继续，决定要背着梦想一起旅行。太阳与风与我同行，热情的微笑会开启幸福的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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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维持一种心情。像时间那么快乐甜蜜，相信我独一无二是唯一。在这个世界，许多令人沮丧的回忆，年轻创造自己的奇迹。不要忘记那股真心，不要忘了自己才是。
是你自己的主人。地马松，说好和梦想一起去旅行，决定要陪着梦想一起旅行。太阳和风与我同行，人气的微笑会开启。对对对对，心酸的等等。啊，往前往后，尽管随心所欲，犹豫和恐惧不会有任何意义。用微笑把勇敢唤醒，年轻不会平凡无奇。幸福的梦，那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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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哦，好，还在录。那我们现在要请妈妈来烫。首先是我们可爱的炸猪排，炸猪排，刚炸好的哦，油嫩嫩的哦，好啦，就平的。然后这是妹妹的小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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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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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已经全部好了，热乎乎！哇，炸猪排烫烫，油油嫩嫩的炸猪排，就是烫烫的。我把它压住。这是妈咪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咻咻咻，换这边。有预算控制不会任何意义，用微笑把勇敢唤醒，心情不会很安静。压住，完全的压住。好了，好了。好，那么可爱的炸猪排就好了咯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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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爱的小炸猪排。喜欢片姐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记得订阅，而且小铃铛可以刷新通知，还有记得永远想咱们家再见，拜。